你好吗？你好。这是一边什么书？这是我的中文书。你学中文吗？学习。对了，我叫任某信。你呢？我叫智慧。我也学中文。我们下午一起学习好吗？ 好，我的手指号码是95503214。我没有锁住，可是电话号码是幺四五四幺四五。知道了。 你给我打电话好吗？好，再见。9550321。 喂，是我。你在忙吗？不忙。你跟我一起学中文好吗？好。你要在哪学？在我的宿舍。多少号？八八幺八。 好，知道了，再见。我爱你，妈妈。舅舅。你好，这是我的方向。方向很大。 不的，饭店很小。你也住宿舍吗？<笑>不，我住校外。嗯，对了，这是我的室友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陈，他是中国的。好，做功课吗？做不。 我会说绕口令。说吧，妈妈，骑马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我也会说，说吧，妈妈，骑马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很好，你爱中文吗？爱。对了，你的生日是什么？ 我的双眼是工程，工程怎么样？不太难。对了，我要喝咖啡，你又要喝咖啡吗？要。咖啡好不好？不好。 你是哪国人？我是加拿大人。你呢？我是瑞典人。你会说什么语言？我会说法文、英文和一点中文。你呢？我会说瑞典文、英文、一点法文和一点中文。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，可是我有。 一只猫，它叫McLavin。有一次，我没有猫，可是我的
女朋友叫 McLovin.